喂喂喂，Hello，各位晚安。我是 Useless， 今天要继续来Minecraft 模组包再生进度。有点想来我看到这个光点，突然看到那个粉红色的光点，一时间让我有点困惑。今天主要是想来差不多该从Botania 转移到一些其他模组跟进度上了。这段期间还没有特别做什么或盖什么东西，那个不过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去换了一个材质包。我看看resource pack， 这里换上这个 Pure BD Craft 材质包，然后它那个还有专门应对这个模组包整合的这个材质包。主要是因为原版的材质那个它的枯黄草坪看久了有点那个刺眼，换成这个之后色调跟那个外观看起来比较柔和一些，然后那个一些材质的外观改变有助于那个保持一点新鲜感，还有就是因为那个按照本来预设的材质的情况我实在是不太擅长用那个白的材质用那个Botania 的方块盖一些建筑物什么的，不过换了之后稍微有点改善，不过建筑物仍然只是些微装饰程度而已了。那这边怕它太暗，然后所以放了这个Blaze Lamp 那个烈焰感灯笼，从那个 Botania 模组的由那个九根烈焰感合成的，然后中间再放一个这个微光活木。这段期间还有什么改变的话，就是首先一开始觉得这个牛放在这边太吵了，让我有点后悔设置在这边，特地还去弄了一副耳机，耳罩，把那个牛的声音挡掉。不过后来又放了一段时间，觉得那个光靠这个牛产牛肉产魔力，感觉有点太没效率了。虽然是预示可以多产这个皮了，不过我还不确定我的用量到底会不会大到那个程度。或许以后有以后想盖动物农场的话，再借由其他不同模组的方式来。反正如果没有其他额外开销的话，目前光靠这个树农场就可以累积相当多的魔力给我用了。这边主要生产并且输出魔力的池子是放在这边，然后放一个易散的那个 augment， 把它通通集中到这边地下九个魔力池里面，然后看之后是要做其他用途还是抽出的话，像这边放这个抽出的它就会从这边储存的抽走，然后正中间放那个可以给我的魔力戒指无限冲魔力的Augment 叫什么来着？都忘了。Dispersive 吧 ，Dispersive， Dispersive 应该是这个没错。那装了那个符文的池子会透过火花，那个魔力无限，像是无限充电一样，溢散到那个玩家物品栏里面可以储存魔力的道具里，像这个戒指。其他还有什么算了，应该没有了，就先这样吧。今天想要来推进一下不同模组的进度跟任务。首先看一下这个对这里。先看一下这个好了， Crucible Furnace， 这边算是往那个 Tinkers 的组合工具跟
跟那个头巾，嗯，开始的方向吧。当然，因为我之前花了好多时间都在累积那个 Arcanist 奥术师的声望，该回头来累积一点这个 Arcanist 的声望了。嗯，不然一些其他技术性相关的那个模组不是任务都不会开。那总之这个是 Mary Culture 鱼类养殖相关模组的那个中文。Google 搜寻下去，中文好像有翻叫做《海洋物语》。嗯，我们这个 Mariculture 的Crucible，我在打什么 Crucible Furnace。嗯，哦对了，这个材质包。嗯，也装了很多模组的版本的，有一些那个外观我还没有习惯，现在是第一眼看到它这个 heating component 的，跟我记忆中的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会有点困惑这样子。嗯，这个材质包外观看上去美观，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的这个材质包作者的选择，至少八年前看到这个模组包的时候就有点这样子的困惑了。嗯，像是大概根据这个材质包作者自己的品味，或者我不知道包有什么想法，有一些那个。光讲限定原版的东西也是，他那个把名字跟外观改的，程度有点大，大到我第一时间认不太出来那个东西是对应，原版的什么东西。像是这个箱子里面应该会有，对，这个叫 Zombie Brain 僵尸大脑的东西。嗯，我看一看哦 ，Brain， OK， 有好多好多的大脑，不过嗯。这边这个麦矿出自麦矿原版的 Zombie Brain， 换回原版的材质包就会发现这个是僵尸腐肉 Rotten Flesh。 我不知道什么模组包的不是，一直在讲模组包材质包，脑袋都要打结了。这个材质包的作者我不知道什么，他把Zombie 的那个腐肉给改成僵尸大脑的概念。这对我来说有点困扰的地方是，那个 Funcraft 有另外一个完完全全本身就是僵尸大脑的道具，啊，这边名字也变成一模一样 Zombie Brain， 名字也变成完全一样啊，只能靠颜色跟那个模组出来分。还有就是那个当年看到的时候也让我觉得相当困惑的是，这个打倒凋零的时候会掉的那个地狱之心，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这个材质包它把它改叫成地狱方块啊 ，Nether Cube， 为什么？因为宇宙魔方吗？开玩笑的，我不晓得。还有一个让你有点觉得好笑的是那个所有动物的生成蛋 ，SPAWN。Spawn， 对，所有动物的生成蛋，他把它改成那个，宝可球的样子，Pokeball， 但颜色，还是多少对应原本的那个，应该说对应装在里面动物的样子。不，回来，好了，回到这个，Crucible Furnace 上，需要两个 heating component， 一个 brick construction block， 两个 burnt brick。 因为这个 burnt brick 比较上一个任务有给，所以其实还好。这个 burnt brick 嘛，需要拿之前但是沿着顺着任务再制作那个，丢哪去了？没有拿上来吗？哦，在这里。这个 vat 干锅啊，我不确定，这个铜锅子就是了。
之前顺着任务解往那个地狱的时候，那人提示说用干用这个 vat 来制作，到哪去了？用 vat 来制作黑曜石，把一桶水跟黑曜岩浆倒进去，再慢慢冷却成黑曜石，这样，那这个材料之一的这个 burnt brick 也是，一样可以用这个 vat 来制作，一样在里面倒岩浆，然后放地狱砖或者是普通砖块进去，过一段时间就会变成这个 burnt brick。用地狱砖的话，那个省一半的岩浆。不过材料应该都有，特别是一来是我之前就有。开这个存档来玩的时候，之前就有剩余材料。那另外一个，反正上次解完那个任务之后，奖励有给，对，这边给了四个，其他还有给吗？不晓得，那随便了。总之任务给了四个当奖励。那来制作看看，这边这个需要两个 crucible furnace， 然后，这个 brick construction block 也需要这个 burnt brick， 这四个、六个、十二个，总共需要十二个，我这边有十九个，十二个。其他地方应该没有放那个，准备好的那个东东没有？好吧，然后，这里也没有储存铁栏杆。这是席啊，换了新材质之后，也还有一点时间才能习惯这个新材质，特别是这个，铝、锡、铁，都是色调只有些微差异的灰白色，得花点时间才能习惯。OK， 这个是铁没问题，需要铁栏杆，然后，两个这个。来是这个 heating component 的加热元件，需要这个 silicon carbide， 叫什么来着的，细什么的，我看看啊， Google 先生， silicon carbide， what are you？ 碳化系， OK， 碳化系。Silicon carbide. Silicon carbide. Silicon carbide. OK. 那需要的就是这个煤炭、粘土跟沙子。数量我应该有计算好啊。这个陷阱箱也会输出红石炫哈，它后面特地还加了这个有一点这个红色的输出点的材质的。第一次注意到 ，OK， 好吧，材料的数量应该没有问题啊，不是，silicon carbide， 四个下去，然后这样四个，四个两个，然后两个玻璃，需要铁桶装岩浆，我看看啊，岩浆，这里先拿出来。就放地上好了。然后这个之前用了一些，桶子，这里还有 ，OK， 就用身上的桶子好了。这个合成完应该会吐回来，我想。OK， 来看一看，这样，这个，然后加热元件，这样，我漏了什么？Brick construction block， 没错啊 ，burnt brick 没错 ，glass 难道？这个液体箱不是玻璃，我误会了。导演，事前不先准备好材料就是这样。在这里有，这里有空的，就准备好。Nice， 两个，不对，还差一个，这个。岩浆桶放上去 ，OK。好了，多的一体箱吐回来，然后
铁桶收回背包，铁栏杆塞进箱子。哦，然后啊，接下来还需要这些材料。嗯，好吧，总之先把这个给上去。这个东西的作用，模式是摆两个这个 crucible furnace， 它就会变成这个一体的方块结构，然后在它的下方放这个熔岩，这装着熔岩的这个 mariculture 的一体容器，它就会慢慢消耗这个里面储存的岩浆，然后慢慢提升它的温度。嗯，那我看看哦，再还需要这个勺子，然后这个金属锭的模子跟方块的模子。嗯，下面没有吗？回下面确认一下。Mary Culture， 有是都有啦，不过我现在又才意识到这个是合成任务对吧？哪边有写吗？总之先把它放到物品栏里，确认一下它会不会给我 check， 不会，这是合成任务。奇怪，我记得原本的那个材质的任务书好像会在哪边写说那个任务类型，说这是合成任务，需要不要给我羽毛，说这是合成任务，需要亲手合成一次才会更新到里面。那好吧，不管怎么样得自己累积材料再来弄。都需要 bent brick 吧，看看哦。那来来都没有，这是 copper， 铜锭，只需要铜锭。那么那个 casting 啊，这个就需要那个 bent brick 了，然后这个也需要，好吧，所以需要八加五，十三个，也需要十三个这个 bent brick。先看看抓一把这个地狱砖，事前没有先准备好材料就会这样。导演，怎么样？弹到顶，上去。我刚刚哪边撞到头了？还是……算了，不晓得。岩浆桶子，一个就好了。那还剩，刚才还剩七个，八九十十十。姐，丢进去。六个，至少需要两桶吧。好了，转化完了吗？还没。九个，十。先来制作那个勺子好了，铜锭三个，然后这样 ，yes， 他说这个可以扫描吗？不行，为什么他不扫描？丢在地上，扫描，我已经扫描过了，怎么回事？奇怪，有点困惑。OK， 十三个这个 burnt brick 数量应该够了。这边十字形，然后绕一圈，这样，这样三个应该都完成了 ，nice。然后再拿八个 burnt brick 跟四桶岩浆，跟两点工程师，技工 mechanist 声望，然后这边开出了其他的部分。蒸汽引擎，不过那个，下次吧。今天先专注在这个，
为什么老是讲话讲到一半，好，脑子突然停止运作，先专注在 Mary Culture 的部分上。OK， 这个毕竟是陶瓷桶，陶瓷桶、粘土桶，那个可以装岩浆没问题，不过一放下去就会，那桶就会坏掉。OK， 那来确认一下任务，接下来怎么样？可以制作这个 Seared Brick 了。Seared Brick 是那个 Inverse 的那个炉子的基本材料，都会用到这个东西。本来以前模组预设或者说模组包常见的设定都会说用那个，想想我记得是粘土、沙子跟砾石来制作这个 grout， 不过这边没有那个合成处方，那一定得借由这个用熔炉把那个石头类的东西丢进去熔掉，变成这个异状的 seared stone， 然后再拿去这个铸模铸形成方块或者砖块。OK， 这边也有显示啊。对了，这个普通石头的熔点是218度，现在岩浆的最高熔点它会显示吗？哦，已经超过了，所以没问题。这个里面剩半桶，把它给用完好了。然后刚才做的这个 ingot caster 这个金属锭的铸模，把它给贴在旁边。然后这边有个选项说自动输出液体，这边调成这个样子，然后再来放个漏斗在下面。这边没有剩漏斗，让我有点惊讶。箱子决定，不是你。箱子铁定 OK， 那再另外拿一个箱子好了。这里摆在旁边，然后漏斗放下面。OK， 刚才那个里面剩下的岩浆用完了，先把它摆在旁边， brick 放这里，然后现在温度够高，这个是鹅卵石，丢一组进去。我怎么突然不会从桶里面拿东西了？ OK， 一组这个鹅卵石丢进去，然后可以看到它开始运转了。熔点高于石头的熔点218，现在是649度，它就会开始运作。然后这边下面蓝字也写出了它还输出多少这样。OK， 刚才那个有调成自动输出液体，那它就会把那个熔掉的石头自动注到这个模子里面，然后硬化之后呢，硬化冷却之后，它就会透过漏斗再输出到这个箱子里面。不过我不是很喜欢这个Mary Culture 的这个 Crucible Furnace， 我不是很喜欢它，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有一个小毛病，就是它输出的很慢，在那个剩下很少的时候，它就卡这边卡个老半天。所以看到它自己输出，其实我觉得有点缺乏效率，可能之后想要自动化或机械化这个东西的话，用那个 BC 的管子加上那个引擎从里面抽出来就是了，应该还比较干净呢。OK， 那它这边需要8个这个 Seared Brick， 就先等着。然后现在需要依靠这个东西再拿一组好了。现在需要依靠这个东西，接着要做出那个，奇怪，它还没有好吗？
Clear the stone。Sear the brick， 一个砖块需要多少？需要36。那个砖块需要36，那个鹅卵石产多少？你这样子的话，应该早就要有了。还是说他要等他四个格子都装满了才输出？真的有点没效率。那先确认一下我下面的箱子还有没有，上辈子留下来的其他的 Seer Brick， 有的话就直接在下面解决了，省点时间。Tinker's you， 哇，我也好多啊 ，nice， 就直接在这下面解决这一系列的任务好了。首先有了8个砖，这个 Seer 的。然后再来需要制造出一系列的这个Tinker's 的熔炉的材料。 Casting table 我有了，任务有要吗？诶，没有。好吧，塞回去。先把这些砖块都拿出来。然后这个 Tool Forge 上辈子用的应该可以。 What？ 啊，这些也都是合成任务，可恶，没有意识到，还想说省点材料呢。好吧，乖乖按他的任务来做好了。Smeltery Controller，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就是合成桌在这里绕一圈。Smeltery controller， 然后是drain 一个，这个我 Tinkers 很多的这个合成表都有记在脑子里了。再来是这个 seared tank， 这个要比较注意的是，它不是摆十字的玻璃，而是中间摆一个。玻璃这里还有吗？这玻璃片吗？啊，导演。只有玻璃片 ，sheesh。好吧，那个等下上去再做，或者，其实我这些砖块拿上去慢慢做就好了。Seared brick 四个，又是羽毛，哎呀，四个哈，一二三四，然后是casting table 啊，对，这个也得制作，这个，然后是。是这个输出的小段子faucet 吗？龙头 faucet OK。 然后最后就是 tool forge， 很可惜得自己再做一个新的。OK， 好了，这些材料通通拿上去。楼上还有玻璃吧。睡觉。Yes， 多余的铁锭先塞进去，然后这个玻璃一个。那 tool forge 的话 ，forge 需要这个四个金属砖，一个 tool station。tool station 是用这个。合成桌加上一个 pattern，shit， 材料都放在楼下。啊，导演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奇怪，为什么他还不输出？装满了吧？装满了，他为什么不输出？怎么回事？这东西有什么问题了吗？hello， 他为什么不输出？奇怪。还有，他有，他正在输出。他输出了，好吧。然后刚才做的那个 ladder， 我记得是可以把这个捞出来吗？对，它里面装了一丝丝，不过先把给丢回去。就跟其他的容器不一样，它可以一次捞起一个
金属锭的分量，不过我也不确定什么时候会用上它就是了，现在就放着它自己慢慢在这边融，也没暂时没什么问题啊。丢进去，丢进去先，物品来有点太急了。OK， 然后是那个tank， seared tank， 最后是 tool forge， 需要四个金属砖，四个铁砖，然后那个那个 pattern 的材料是怎么？两根木棍，两个木头，啊，够简单，应该没问题。我的木头都丢到在这里，然后是木棍。四个，成桌，成桌，这边的初始的合成桌得搭配小斧头啊，麻烦。那确定一下这边没有，大概没有，楼下的箱子应该还有一些，先确认一下这边。我是瞎了啊，在这里 OK 这样，不对啊，这个是不是 Tool Forge Tool Station？ 哦，没有，还是得这样子的。Tool Station， 哦，可以直接，刚才再直接手动把那个合成一次，就不用这个 pattern。材料没有准备好，脑袋也不够灵光，我到底在干什么？木头类先塞进去这边。三个这个 seared brick， 直接再做新的三四十二，然后这样，三个这个，然后四个这个，就这样子，就这样。tool station 不是 forge。Tool Forge， 对，这样。不是你，任务书 ，Nice。OK， 完成了，他给了这个，金属镐的镐子头，还有这个金属锭的模子。这个是用来放在这个 casting table 上面的，然后各种不同的模子放上去，可以把液体注进去。弄成其他的，这个可以吗？有点好奇。不行，OK， 把它倒回去了。毕竟是不同模组嘛，在这些方面不太能通用，想想也是理所当然的。OK， 看看啊。再来这边要做这个 coke oven， 可以做那个焦炭，coke， 跟蒸汽一样，等下次我要开始弄那个科技相关的东西再说好了。今天先继续发展这个东西，虽然我不确定这个铁匠的铁砧跟锤子应该是可以用来初期生产一些金属片用的吧。我看看啊，这两个东西啊，又需要三个这个。三个这个 burnt brick， 三四十二，十五，18，需要18个这个，所以还差8个地狱砖，丢哪儿了？这里8个，然后两桶岩浆。这样子应该数量正好。
然后地狱砖一个，铁栅栏也需要12个吧，不够。OK， 这样就够了。Brick construction block construction block 啊 ，brick， 我在说什么东西？Brick block 啊 ，brick construction block 三个这个，然后三个这个当底下的。再来一个地狱砖，这里，数量够用，不用再跑楼下一趟。OK， 三个这个 ，nice。这个啊，没有那个，没办法从 GNU 来确定它的合成用途。我来看啊。OK， 剩下的这个用完了，刚好数量正好。再来再两个木棍，然后这样，错了吗？是两个 ，shit， 不是木棍，是地狱砖。下意识的以为它是需要。OK， 还好，地狱砖的数量也还够用。Nice， 铁匠锤，先把给放上去。OK， 这样任务就完成了。这边出街的这个，Mariculture 的一些基础设备就这样子了。OK， 这个，地狱砖先塞回箱子，暂时用不到。这边比较有趣的是这个，用空的好了，用空的。这里拿一个这个空的这个 Mariculture 的一体容器，然后刚才任务奖励刚才这边除了这一组地狱砖以外，还给了这个 Blacksmith Assistant， 铁匠辅助装置。这个东西，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在这个，液体箱里面装进那个液态的经验值，然后这个，铁匠柱装置，它每一个侧面可以让它这样子拿着一只锤子，然后像这样子，给它拿着一只锤子，在它的下方放这个。铁匠铁砖，然后把可以用的材料放在这上面，这叫 sheet 吗？金属片。对，像这样子的。那它还有哪些其他的合成处方？珊瑚可以敲下去变成了染料，然后金属砖放下去。这边有写需要敲多少下呢？因为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这个辅助装置的话，就是把材料给放上去，然后用这个锤子敲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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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OK， 所以一些东西像是这个金属砖要加工成这个金属片，需要在这边敲个50下。Okay， 其他一样是珊瑚，只是花朵转成那个染料用。骨粉也可以这样子，就敲10下变成普通合成本来产多少个？3个吗？3个。如果用敲的话，敲10下可以产5个。总觉得不值得。这是脑珊瑚，吓我一跳。应该本来毕竟是脑珊瑚吧，因为它完全就长着一副脑子的样子，那个材质完全就是跟僵尸脑共用的。
可以花朵转燃料，大部分应该都是这样子吧。Titanium 需要敲150下，嗯，傻子才要用手敲呢，总会有更好的方式吧，机械化什么。嗯，好吧，暂时看不到有什么重要的。哦，对了，像这个比较重要的地方之一是 Mary Culture 有自己的珍珠首饰装饰系装饰装备系列，也不完全是装饰用途吧，跟某些强化附魔跟他独自的附魔系统有关。不过他有一些珍珠首饰装饰品的一样，现在这些合成之后变成这个未完工的情况，然后一样放上去之后啊，敲着这个敲这个几百下，然后才会是成品。嗯，大部分都是这个装饰品首饰类的。嗯，好吧，那不管怎么样应该都暂时还用不到，先给它放着，这之后大概就会拆掉然后收进箱子，永不见天日。嗯，哦，刚才这个石头通通融完了。嗯，哎，避免它继续浪费，先把这个岩浆桶给拿起来好了，这样它应该就开始往下掉，不会消耗，对吧？对吧？还有的消耗吗？14860啊，温度开始往下掉了。OK， 就让它掉吧。再来。我刚才有解释完吗？这个东西如果给它下面放那个液态经验值的话，这个辅助装置就会代替玩家的手帮玩家敲，不过速度应该会比较慢吧？不晓得。好吧。蒸汽跟这个焦炭，之后再说。现在先，snorkel， 潜望镜，一样是这个 Mary Culture 的东西。像这个模组包预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个各种助呼吸的，像我这个头盔装了那个水下呼吸附魔，如果没有那个的话。这个模组包预设的情况，一进入水中，氧气消耗的非常快，而且普通，练泡水下去洗量也扣的是相当快的。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是什么 bug 的关系，还怎么回事，自从我装了这个有水下呼吸的附魔头盔之后，就算泡泡归零，我也不会少血，根本就不用呼吸了。不过，毕竟任务要做。那就先做一个给他吧。Snarkel or Sensational， 这边，两个玻璃，然后木头，这个是它的镜片，两个镜片，然后两个甘蔗 ，Nice， Snarkel 完成。OK， 然后他这边建议说，毕竟我已经有更好的装备，所以其实不用这个东西了。那先把一样塞这边箱子好了。有了这个初阶的水下活动用的装备之后，去水下采那个珍珠贝，Pearl Oyster， 这个 Pearl Oyster 会随机生在这个海面底下，我看看哦，再往前一点附近应该就会有吧，是几位？第一时间。看下去视野范围内好像没有看到。Where the hell are you？ 角落那个只是普通的。这块颜色不太一样，怎么回事？哦，这是古代沙。哦，太好了。这是不小心受益于模组，不是材质包的有趣情况。那个。Mary Culture 有这个古代沙、远古沙，这这样比较特别的沙子，会生成在海洋底下。原本的那个材质包看下去，两者普通沙子跟这个远古沙看起来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不过这算疏忽吗？这个
换了这个材质包，看起来这个材质包没有额外支援这个远古沙的新材质，结果导致它还是旧材质，于是跟这个普通的沙子看起来就有了明显的差异。不过这也是好事，之后任务应该会有需要收集，或者说至少挖掘远古沙相关的任务啊，在这里。这地上有个珍珠贝，比较快的方式，比较快的采集方式应该就直接挖掉它们下方的方块就好了。像这样掉下来了。OK， 还早勾住了。就这样。然后任务奖励又再多给七个珍珠贝。然后进一步的潜水装置啊，先等一下。这边其实我上辈子有在海岸边啊，这边留下了一整排的珍珠贝。先找个地方把这几个新的给通通放下去。好吧，毕竟可能总是会用到的，随手挖个八块沙子把它们塞进去好了。1 2 3 4 5 6 7 8，像这样子把沙子给塞进去这个珍珠贝里面啊，一段时间之后，我不确定时间到底多久，有时候觉得挺久的，不晓得。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沙子就会被它转化成随机种类的珍珠。真指的随机种类是指对应所有不同种类颜色的珍珠，以及中介珍珠也有可能从这边产生。然后还有一个有助于这个珍珠贝生出特定颜色珍珠的机制是，当累积足够的特定种类珍珠之后 ，pearl 累积四个之后，可以把它给二乘二合成这个珍珠方块，然后把它给垫在这个珍珠贝底下。这样子的话，沙子再放进去，它产出来的珍珠好像就会必定是这种颜色的。像下面这边这个是银色的珍珠方块，这边我上辈子不知道多久以前放进去的沙子应该已经变成了银色的珍珠。 Nice。确定有没有办法对应中介珍珠，应该没那么好看。那像这样的采集珍珠之后，就可以把它给加工成啊，像这边有这个其他一些材料，跟它的一些设备都有可能会用到珍珠呢，机械设备什么。不过最主要的应该就还是那个啦，首饰珠宝类的东西。先随手塞进箱子里面。再给他一颗沙子好了，来不放。这个是沙子吗？不是，这个是石灰岩。这应该是红沙，红沙子应该也可以吧？挖起来，丢 ，nice。然后刚才任务还拿到了两本书，这个刚好，Teaches 这个跟书本相关任务 ，Not you， 对，这边需要要求一系列的这个Mary Culture 的说明书。在解这个任务的过程中，也可以像这样子慢慢拿到，当然直接手动制作也是可以了，有点没意义就是了。这样 ，OK。刚才拿到的书先把它给收到啊，这个海屋的书重复了。这个潜水书也重复了，根本就没必要嘛，搞什么鬼。然后这个书也没什么独特性，就干脆丢了吧。OK， 我看看Mary Culture 的说明书，目前剩下的就是这个钓鱼与繁殖跟这个工厂。
钓鱼与繁殖跟工厂。嗯 ，OK， 下一个任务刚才顺着这边不是你，这里。OK， 哦，这边制作这个潜水服的任务，只有三套吗 ？Diving suit, air supply， 这个应该是穿在身上的，这个是裤子。OK， 看一下材料啊，铜锭、玻璃、皮革，哎，太好了，上次累积了不少皮革，身体。裤子的部分也是用皮革，鞋子也需要皮革，好吧，正好算是正好吧。其实本来皮革的需求量也没有那么大就是了。OK， 铜锭、玻璃跟铁锭，铜锭五个吧，然后加上玻璃，铁锭应该是两个，就用在鞋子的部分。看看啊，玻璃，玻璃。然后裤子，错了，什么？哦，是一个工字形，或者说 I 字形。然后鞋子是，对，鞋子是这样，铁钉放下面。OK， 然后这边就需要这个空气泵浦跟这个diving air supply。现在还是要放在衣服的部分就是了。这样，先把多余的皮革塞到这边，然后再来做一个这个装甲架好了。armor stand， 三个石板砖跟两个铁锭。还有石板砖吗？啊，只剩一个。哎呀，那这边就是光滑石头吗？是，那这边就再多拿一个。哦，然后这边这个我把地下那个复杂的很没必要的方块更新侦测器给拔掉，拿给精简化了。当装满的时候会输出这个红石讯号来覆盖这个输出给这个魔力脉冲魔力发射器。的红石讯号，因为我本来想设置成那个样子，是因为我不希望说它满了之后，这个沙漏还一直在这边翻来翻去，在这边更新，我怕到了后期东西太多，多少会造成lag造成负担。不过，装下面那个东西很没必要，然后又老是出一些我没办法解决的问题，果然还是精简一点好了。然后这边为了避免，那他那个应该也算是 bug， 那个如果放任他在那边自己运转的话，这个有时候岩浆更新会比那个水流还要快，那就流下去把这个方块本来应该待的位置给盖掉了，然后这个造石机就会卡住。像这样子，在这个发射器旁边摆这个应该是20秒的这个。沙漏，悬浮沙漏，然后这两者之间的运作也差个大概一秒左右，这样的话就会每隔一段时间把这个岩浆装进去再吐出来，这样子应该就可以算是避免它那个岩浆更新状况出问题，我也不晓得。不过换成这样子之后，暂时是没有再遇到什么问题了。OK， 刚才说的这个，装甲放置架，不对，这个是半砖，对，这样，那它直接就做两个好了，毕竟之后大概也会有其他的东西想要放上装甲架，然后拿一根这个拉杆，再来放到岸边去，这个先随手放着。哎，就放在。这里好了，给它通电，然后这个装上去，把整套的潜水装给放上去 ，nice，
然后又通了红石讯号的关系 ，Shift 点击它就会直接整套切换。嗯，虽然我现在这个整套的这个泰拉钢定装已经有完美的潜水性能，根本就不需要这个潜水服就是了。那然后这个土块随便吧，就放这里。哎，这边已经有其他转换成珍珠的了，就应该是紫色或者粉红色，就是咖啡色，不确定。突然觉得它的材质看起来好像有点像荧光石，应该是我的错觉吧。珍珠棒应该不会产荧光石吧？然后这个已经转变了，好像跟这个是一样的。那先不管他们。然后这边任务说，除了要制作这个潜水服以外，还需要这个空气帮扶。Air pump, A N R。两个铁轮，一个这个 diving air supply， 一个活塞，四个木材跟一个玻璃。1、2、3、4 ，OK， 然后活塞应该还有剩。有玻璃，然后四个木材，再来就是个铁轮子，需要木头半砖跟四个铁锭。Nice， 这样材料应该都有了。他一次制作三个 ，shit， 我多做了，哎，随便了。东西要拿去了 ？What the？ 为什么突然变形成这个样子？花生型魔术，怪异。啊，多的轮子一样，先塞进垃圾箱里，不算垃圾箱，杂物。OK， 好，有了这个 air pump， 那还有其他的用途，不过先等一下，看看哦。任务对，这边就是刚才提到的了，要去收集古代沙，然后干掉的蓝珊瑚跟这个珊瑚方块、珊瑚礁方块。我想，镐子、铲子预备好，先塞进。先带在身上好了，说不定之后马上就会用到。这边嘛，身上带个一个就好。一个这个容器啊，还是多一点好了，两个过来。两个这个容器，然后再给他拿一个没有那个拉杆了，刚才拿到的是最后一只。 OK， 三个这个，这里没有卵石了吧。 OK， 准备一只拉杆就够了，两个塞回去。这三个东西等一下大概会试着用到啊，不过再多做一些准备好了。荧光石借这个拿去跟蘑菇合成，好像不是那个发光蘑菇是什么来着， glowing nope， glimmering mushroom 啊，就是这些Gray Shimmering Mushroom。 我在这边想要准备一些不是火焰性质的照明方块，直接拿整个那个荧光石块也是可以的，不过这个只需要拿这个墨跟香菇合成就好，好吧，我来看啊。其他地方应该有累积更多的花瓣，拿其他地方的方块来，是拿其他地方的花瓣来用。像这边我应该有至少八种颜色摆在这边，那它产好久了，总觉得数量好像还是不是很多啊，奇怪。随便了，拿一组，然后把它给捣成粉。然后拿一组蘑菇，有蘑菇吧，有数量很多。
合成，这样它就会变成会发着微光的蓝色蘑菇了。弄成这样子应该就不用担心那个会引爆吧。等一下我想要去试着看看寻找一些天然气，地底的天然气。这附近应该有一个出气孔，现在暂时没有看到它。我记得这附近应该会有一个出气孔的，还是因为也是换了材质包的关系，我看不到它了。伤脑筋，本来的材质包可以很明显的在潜入水中之后看到一个泡泡柱。然后我记得本来应该是在这附近的。伤脑筋，真的看不到它了。泡沫在这里，在这里，有了有了。Gas leak 在这边。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给它标示一下的 Gas leak 这里？像这样子，把它给这样子周遭给挖掉，让它看起来比较明显。OK， 这边中间这个是这个 Gas leak。那个普通路上也可能会看到有生成这个 gas leak， 不过在水底下一个会让它比较好找的要素就是，虽然换成这个材质包之后让这个泡沫真的是非常不显眼，不过这个 gas leak 在水下的话就会像这样子往上方冒出这个泡泡柱，然后在这个 gas leak 的正下方往下挖一挖之后就会碰到有那个有个空洞，进去之后会看，会出现一些负面效果，像是我记得会有恶心跟那个挖掘缓速。碰到那个情况的话，就代表那个洞里面充斥着天然气，那到时候就会需要用到泵浦跟一体容器，还有这个拉杆。不过这个先把它留在这边，任务这边现在也先要去找这个古代沙蓝色珊瑚。古代沙很好找，先去找珊瑚礁的部分，记得沿着这边这个角落往外出去，水底下应该有比较多珊瑚的部分。 or not 的记忆力，这边的海底看起来跟大部分地表一样，一片死寂。奇怪了。在那里看到，对吗？我就记得在某块地方有这个生成这个珊瑚礁群。OK， 那要收集这个蓝色，用什么东西比较快吗？剪刀 ？Nope。任务时候有没有说用什么来收集？Now that you've got better equipment, it might be time to see about a boot. To see a boot collecting some more of the material which can be found at the bottom of the sea, of the ocean. Ancient sand can be cooked.Into a very strong clear glass useful for making bottles from. Coral can be used to make dice, and if you farm it after rehydrating, in a vat, you may find some sp-
sponge growing amongst it. 哈，哈，所以这个珊瑚捡回去还有其他用途，而不是只有那个染料用途啊。OK， 那他没有特别提到这个采集方式，我就直接用手敲下来就好了。像刚才提到说，除了可以做成染料以外，如果把这个给放到 quicklime， 为什么要表白它？如果把它给拿回去放到 vat 里面用水重新弄活它的话，好像不知道里面可能会生长海绵，不是很确定是怎么运作的。不过像这边。天然就有生成这个海绵在这里呢，海绵，然后还有一个珊瑚礁方块，就这样。那这个还有其他用途吗 ？What？ 这个珊瑚礁方块一点用途都没有，那特别叫我捡这个来干什么？装饰吗？对啊，这边 coral can be used to make dye， 这边就只有讲这个普通的珊瑚。那他也没有特别提到这个珊瑚礁方块有什么用途。导演没有用途还叫我收集它干什么，真是。哎，好吧，接下来是那个云骨沙，云骨沙这边 are you？ Yes you are。 就直接挖下来就可以了。它要多少？它只要一块。随便了，把这个这一坨给通通挖走。下面是石灰岩，这一坨就这样子了。下面这一整球都是石灰岩，好吧，先回地表。然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先。从这边出去的某个小岛是那个吗？从这个角落出来碰到的第一座这个小岛，它也是 有个有趣的地方。一来它这个 gas leak， 它的这个出气口生在路面上。想要的话也可以从这边试着往下挖。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是，我记得它好像生了一坨圆骨沙在路面上，这个是 gravel。 Are you? Yes you are。 它今天生成了一整坨这个圆骨沙在路面上，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刀子然后一样，把这坨也给挖回家好了。Ancient sand， 这下面也是啊，前低一点，这样我看得比较清楚。这坨生的比较大坨呢，多挖一点回去。不亏。OK， 就这样。好吧，回去吧。那这又是一坨，另外一坨吗？没有，这个是红沙，隔着水面看不太清楚它的颜色，这水下面有个节点。这里也有节点，什么属性都扫描过你了吗？确认一下啊。Normal， 风、水跟秩序。然后，这四个沙子是刚才。锁定那个通气口的时候挖出来的。好像是那个圆骨沙，有时候挖着挖着会碎成其他东西，像是我手上这撮骨粉
应该是刚才远古沙变成的吧，伤脑筋。对，挖下来不是百分之百保存的。那先把这个暂时用不到的，哎，还有沙金。为什么我手上会有这个箱子？奇怪。珊瑚丢进去，海绵丢进去，垃圾就先丢进去好了。然后这沙子不用白不用，哎，已经转化了。OK， 四个。珍珠塞进去。哎，先来看一下任务完成。现在这边接着就是叫我要来，去下面收集那个天然气。再确认一下 ，Bottle of Natural Gas， 它有没有限定瓶子种类 ？Glass bottle of。Empty bottle， 这个要用那个，对，远古沙烧成的玻璃做成的瓶子去装，好吧？那这边刚才挖到的这几个，就先塞三个下去烧一下，这边应该没问题。普通烤它应该可以吧？耐热玻璃 ，heat resistant glass，OK，没问题。再来就是跳进水里，不过我现在在想把那个入口标示的再显眼一点好了。拿四个 pumpkin， 然后我应该还有多的火把。Jack-o'-lantern， OK， 然后需要一个东西来防止水往下流。拿个木梯。木梯。You there. OK， 这应该没问题了。跳下去。就在那边。现在这样特地给他挖出来，果然显眼的多呢。更显眼就是这样子标起来 ，nice。确认一下，就下去收集天然瓦斯，然后给他装瓶，就这样。那从这边，直往下吧，就是石灰岩，稿子，Stone， 我没有准备夜视药水吗？总觉得我在干这种事情之前，好像有动过这个念头，不过我不是很确定。我确认一下 Potania 的箱子里有没有相关的药水，好像没有哎。Lure， 这个是鱼饵。Strength， Empty， Resistance， Night Vision， 有哎，八分钟应该够我做事了。这八分钟的药水应该够我收集好这个东西了。还要想说，往下挖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是在下去的时候顺手插几支火把。不过那不会是明智的选择。OK， 这样好多了。有僵尸的声音。就是你，死！看他拿着那个鸡羽毛，果然，算是我之前的一个担忧。地底下会有那些生成带着掉落物的东西的动物生物，然后僵尸把那些东西给捡起来，就永远不会消失了。
像这些多的东西给他这样子，然后 F7 一下好了，就这个小空间而已。OK， 先给他增添一点亮度。这边给它清点空间出来好了，3×3模式。OK， 像这样子，我不确定它那个瓦斯的，状况是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说，我不确定它是不是有看不见的，以一体模式存在的瓦斯方块飘荡在这个空洞之中。还是其他的某种其他的计算方式，我不知道。哎，这东西不会发光 ？Shit， 白做了。算了。回家。我说把你带回家。哎，这个可恶，用不到。然后把那个刚才准备的几个东西，布置在这里。红石讯号打开来，然后把这个一体容器放在旁边，然后用手转它，它应该就开始运作了。Nice。要是在这里面插火把的话，就会直接爆炸。我有过经验。不过我现在身上 这整套强大的泰拉装甲，就算发生爆炸，也杀不死我就是了。OK， 这样，你再转一下。目前这样装满了。它哦，这个帮浦也有内建容量。OK， 先停下来。好，它暂时没有再继续装了。OK， 装满了两箱的，两个装满水箱分量的天然瓦斯。再来把它带回地面，然后。用那个瓶子装起来就行。三个耐热玻璃。这里。Nice。装瓶。完成。一组石灰岩，蓝色珍珠、白色珍珠各四个，然后再多两桶这个，跟工厂说明书。Clay。这个直接塞回去。这个耐热玻璃瓶，它的容量是一般玻璃瓶的两倍，现在可以装2000单位的瓦斯在里面。这些刚才拿到的这个 Mary Culture 的东东一样，我们先丢进去。OK， 像这个天然瓦斯，我记得像制作这个 neoprene 什么东西 ？neoprene 绿丁橡胶 ，neoprene 橡胶，我记得这个是后期更后期的潜水装。素材，还有这个，把那个玻璃泡在里面，它会变成这个透明塑胶 （transparent plastic）， 或者这个硬塑胶，把这个石灰岩泡在里面的话，不确定到底会需要多少呢？哎呀，这个用量好像其实挺大的，不晓得那个。那个底下那个洞，
是可以固定在那个位置提取，那、应该不至于，应该不是。总之不晓得它那个范围可以提供我多少天然瓦斯呢？当然不够的话，再去其他地方挖掘看看就行。就是想说，果然还是把那个地洞点亮一点，带一些这个荧光石下来，免得它要生怪。OK， 我看看哦，这里。有挖掘环素，然后这里这个角落算吗？没有，这个角落没有，这个角落没有瓦斯。下来这一格也没有，再下来呢，这里就有毒了。然后我记得刚才站在这边做事的时候好像没有，对，没有。不想他那个到底是怎么计算怎么运作的。OK， 那就把这放一个就好了，不要一口气挖那么多，不需要。OK， 发亮的瓦斯洞穴。好了，以后就不用担心这些会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了。邦普要把它留在这里吗？它里面储存了7000单位的瓦斯。或许我自己再花点时间，持续从这边抽，看它最终可以抽出多少桶来。OK， 先出水，然后刚才。任务奖励有拿到这个工厂的说明书，把它给放进去。好，这个部分结束了。哎，就这两个。再来，对，这里可以给，先把开头几个东西做一做好了。这个是钓鱼跟养殖鱼类相关的 Mariculture 的部分了。先把刚才多了一些这个是平滑石头，然后呆眼乐死好多，像刚才挖到的这个沙子石头，石灰岩泥土。我下面应该有一些桶子，有放这些杂石杂土。沙子石头跟砾石，沙子这里没有哦，沙子大概在地表。早期有段时间想要试着消耗从地面挖起来的大量这个干裂沙子，然后在这边装水把它转化成这个普通的沙子，浪费时间就是了，不如直接丢掉。OK， 就剩这个普通石头了，不过装置那边塞满了。就先塞这里好了。夜视药水应该用不到了，把它给丢进去。好吧，再来看一下这个 sifter 这个筛子筛网，需要渔网、棍子跟丝线。丝线这里，然后四个棍子 stick， OK， 渔网四个，然后再来是两个木材跟两个木棍木材。两个，
这个是要两个冰在一起还是不晓得，先把它拿到海边这里。对，两个这样摆在一起才会成型。然后接着是把一些不同种类丢进去，产那个鱼饵grasshopper 这个蚱蜢饵。那天任务先给了一些这个蚱蜢饵，甘蔗竹竿。这个蚱蜢饵的话是把树苗给丢进这个筛网里面，它就会，或者说不止树苗，把一些特定的素材丢进这个筛网里面，它就会按照这边的比例给这个不同种类的鱼饵。像这边有这个蚱蜢饵、蚯蚓饵、蜜蜂饵、蛆饵、蛆 maggot。我有很多的腐肉，丢一些进去应该没问题吧。我也没有特别亲属实际操作过这个，Mariculture 的钓鱼系统。OK， 把这个一组半多一点的丢 ，Oh my Jesus， 喷出了一大堆的蛆。OK， 东西丢下去，然后爆出了一堆蛆，喷的到处都是。如果是写实风格的画面呢，那看起来可恐怖啊。Mark 2, Mark 3 就是你了，三号箱。OK， 把一堆饵给丢进去，然后我记得这个渔网好像也是算是有点用途的，现在可以这样子把它给铺在水面上，不过把它给铺在水面上，然后随着时间过去，它会有机会自动捞起一些钓鱼产物，不过需要有其他的手段来收集就是了。看是漏斗花还是其他的真空漏斗，只是随便什么物品收集系统就是了。OK， 我看看啊，再来他这边需要这个这个解完了吗？再来他这边需要这个 reed 甘蔗鱼干。reed就三个 sugar canes， 来用一下这个系统好了。之前我好像只是把它放在地上，然后为了一点装饰用途，我做了这个大花盆给它，然后在里面放了个草皮方块，看起来是有那么美观一点点了。OK， 给我三个 sugar canes，yes。然后两个丝线，钓鱼竿，然后需要钓起一只母的，这个 cod 是什么鱼？鳕鱼、鲑鱼、鳕鱼，需要钓起一只母的鳕鱼。这个它只能用蚂蚁饵面包以及这个。蚱蜢饵，刚才那边任务有给了蚱蜢饵，所以其实还好。不过我这边应该也可以，抓一撮这个树苗，然后看看它给我什么样子的饵。树苗会产的应该是蚱蜢饵吧？确认一下，合成处方。对，只有蚱蜢饵。Go。只给了55个，随便了。话说我还没有其他的钓竿，我记得好像自己莫名其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自己好像花了点时间弄了根附魔钓竿，是我记错了吗？这里面有钓竿吧？fishing rod。
双极，这里没有。嗯，这里也没有，奇怪、啊。我记得之前好像花了点时间附魔了一根钓竿，然后把它扔哪去了，我想不起来。No。哦，或者我把它给收到下面的渔业箱去了。嗯，不是你，回去。嗯、好吧，下去拿一下那个渔业箱子，干脆整个搬上来好了。两个手推车。了不起也就两格箱的分量嘛，那两个通通给搬上来。Mariculture 应该先确认一下里面的东西的，算了。飞行 I said fly。 OK， 一样就放这边就好了吧，越来越乱了这里。啊，有了这个，Unbreaking 跟这个 Lock of the Sea， Lock of the Sea 是哪一种附魔来着？Lock of the Sea is an enchantment to a fishing rod that increases luck while fishing. OK， 是那个可以让钓路好一点的。附魔。Sheesh， 这个池子里的东西应该够用吧？有没有那个Unbreaking 有 ，Lock of the Sea。Luck of the sea， 要是这个搜寻也对那个附魔书有用，哎，有哎，太好了，最高就等级三吧，话说有必要吗？这个任务解完之后，他就会再给我更高级的钓竿吧？哎 ，wooden fishing rod， 这个好像是由那个抛光木做成的。等级应该比那个这个甘蔗钓竿还要再高一些，有必要吗？随便啦。OK， 这个丢上去，然后 Unbreaking the Lock of the Sea。No， shit， 磁力戒指先拿下来好了。我的书呢？该不会把它自动收到这个啊？原来还有这个 bookbinder 还有这个效果啊！它自动把那个掉下来的书捡起来就会被塞进了里面。OK， 这样会耗多少魔力？应该不多吧？看起来不多。好，Unbreaking 跟 Luck of the Sea， 然后等一下那个再拿到更好的钓竿之后，一样也给他附魔，附很大，附不用钱。Ant bait bread 跟 grasshopper 应该需要给他放到同样这边吧。然后确认一下任务书，主要就是要钓起一只这个 cod 雌的这个鳕鱼。Basic material, how to dive a sewage, the factory. 这个解完之后才会给这本书。我还在想说有没有那个没有限定说哪个生态系比较好产这个 card 的。随便了 ，YOLO。shit。Yes， what the line？ 我刚看到是这个 blue pearl， 蓝珍珠。Why？ 一只母的这个 denzel fish， 得小心一点。我记得把这个
鱼给丢在地上的话，会直接让它死掉的。所以处理的时候小心一点。OK， 现在就先等到钓起一只母的鳕鱼。Not you, raw puffer fish。为什么这个河豚的画风这么的写实？Nice, not nice。哎，继续钓吧。What are you again? 皮革 ？Oh my Jesus！ 说好的 luck of the sea 呢？More like unluck of the sea， 这是什么东西 ？Stingray， 哦哦 ，Stingray， 红鱼，Interesting。Neon Tetra。The hell, brown pearl. Tao Hua Yu. Minnow. Minnow. Another stingray. What the hell?钓来的鱼类都先放到这个箱子，哎，杂物，哎，珍珠可以先放这边。暂时还没有其他杂物。哎，任务书有没有说它在哪边比较好钓这个 sting？ 不是，what the？好吧，我现在才出。What？ 任务目标 check 了。怎么回事？他只要随机钓起任何的活鱼都算吗？我还在伤脑筋，钓不到这个母的鳕鱼呢，就根本就不用去特定啊。来读一下这个任务内容好了。A fishy situation. Now that you've got some bait.Time to arm yourself with a fishing rod and find yourself some fish. To catch the fish, will probably want to stand in the water. 这边也有提到，算是这个 mariculture 的钓鱼系统之一。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站在水里面钓起活鱼的几率好像高一点。虽然我刚才都站在岸上，可是，钓起来的鱼也都是活着的。然后第一阶段 ，better fishing rods can be made from wood sticking, soaked in fish oil and titanium, each having better chances of catching fish and requiring different type of bait. 嗯，现在说之后有不同种类的钓鱼竿可以使用，然后不同的钓鱼竿能够用的饵。也是不同的。那再来 ，You've got a rod. Now catch a fish. To use the rod with bait, place the bait in the slot next to the rod on your hot bar. 就是说这个鱼饵必须要放在这个钓竿旁边。然后这边这个note, fishing is not biome or water type specific in this pack. 它这个模组包看起来有调整过，本来，先领取奖励，再来是这个 fish feeder， 这个木头钓竿 grasshopper maggot bait worm， 鱼油，这样自己想要的话也可以试着制作那个。木质钓竿呢、用那个抛光木头做柄的那个，
Fishing and breeding。本来按照这个模组包自己的设定，它那个不同的生态系、不同的海域有不同的温度情况，跟那个甚至是那个淡水、咸水的情况，会影响到在那个位置钓起的鱼的种类。不过看起来这个模组包不用伤脑筋那种事情呢。OK， 先来强化一下刚才拿到的这只 wooden fishing rod， 对，抛光木棍，听起来就挺高级的质感，然后这个 unbreaking 跟 unlock of the sea， 丢。应该，对，我这边下面也放了九个池子，OK, nice. Unlock of the sea 跟 unbreaking， 附魔书把它给塞回这里。来看看这个 wooden fishing rod。体感上跟刚才有什么差别啊？对了，那个他说不会受那个不会受那个生态系或者水的种类影响，应该就是说不管在哪边钓鱼都不会影响吧。然后我记得在夜间钓鱼的话，比较有几率可以钓起一种叫做 night fish 的。Night fish 的鱼种，试试看。哎，说鱼鱼到。Another one。不过两只都是母的，我想一只公的。Roll Blue Ten 啊，这个是死鱼。突然在想，毕竟因为这个模组包的设定情况下，会让它不好找到不同种类的生态系。不过现在想想，如果生态系有别的话，为什么我站在水里钓起来反而是一堆死鱼？如果生态系有 各有不同的话，那个其实也比较好锁定想要钓起哪一种特定的鱼，这样子像这样子所有的鱼都可以在同样的生态系钓到，不就像是在抽大暗锅吗？这什么烂卡池，又是死鱼，怎么回事？哦，第二只母的，两个都是母的，可是它没有那个叠在一起，可能还有哪些隐藏的数值不一样吧，就像蜜蜂，它这个一样有那个养殖跟繁殖系统的，所以说不定有哪些隐性基因不一样，导致它没有办法叠在一起。玩，真的应该要改叫做 Unlock of the Sea， 又是母的，搞什么鬼？ Enough of you， 然后为什么现在钓起来都是死鱼？为什么我一站在水里钓起来就都是死鱼？我身上有什么病菌吗？升级了，还掉起一个经验瓶。死鱼。
先确认一下下个阶段的任务啊，下个阶段的任务就是要这个喂鱼器，嗯，跟鱼饲料，嗯，好吧，先看一下这个好了 ，fish eater 啊 ，wicker， 嗯，四个啊，端一下，四个甘蔗，四个甘蔗。24个甘蔗 ，nice。然后丝线，在这里。那不是丝线，他要的是木棍。嗯。6个，然后2只死鱼跟一个箱子。只死鱼跟一个箱子，好吧，刚才钓起了不少死鱼，然后至于要选哪一种死鱼，看一下他们可以做成什么东西好了。就普通的烤成这个烤鱼，然后用这个 squeezer 或者刚才做的这个 crucible furnace 可以产鱼油跟副产物皮革。河豚的话产骨头还有鱼油，而鱼饲料我记得也是，不是啊，鱼饲料怎么做的来着？那算了，先考虑这个，要用哪些死鱼的部分？这个可以吧 ？Fish feeder， 好吧 ，Fish feeder 好像得特定用那个Mariculture 的鱼才可以。肉臊我们这个没有问题，对，这个可以，再确认一下，搞不好眼花，没有，这个是机械海绵，这个是鱼类分类器，好吧，这个也可以，是我眼花，不过这些死鱼。那、就 Stingray 好了，它产的鱼油特别少。箱子，nice， fish feeder。喂鱼器，然后还有这个 fish meal， 直接这样子也可以啊。小丑鱼产真少，然后刚才的这个鲑鱼可以产5个，任务要几个？任务要5个，也是5个。直接放到合成栏位也可以确认吧。先把这4只。母的 nightfish 给丢进去，免得我不小心把它给产5个，随便啦。为什么放不进？格子只到这边，像后面3格是假的，骗我。好吧，这个先把垃圾给收进去好了。What？ 要制作5次，搞什么鬼？好吧，通通丢下去。
OK， 再来需要这个 A Basic Cooling Upgrade 冷却升级。那我现在的材料做得出来吗？需要这个 Cooling Component Snow。 哦，很简单嘛，只要这个木材跟铁锭。好吧，就顺手去做一下。木材跟铁锭，然后我记得需要两个风扇。铁锭。再来是一个雪块跟两个雪球。Yes。 然后扇叶摆两边，就这样。 Nice。 罐装鱼饲料。基因学家加二。好，再来是鱼卵。好吧，我想想啊。这边的话就看这个他自己的养鱼的说明好了，我看看啊。Fish feeder feeder。The fish feeder is the main block used for fish breeding. It's where you will place your fish and where they should spend most of their life working away to produce something useful for you. With fish feeders, the more water they have surround them, the larger the tank is considered. 这个mariculture 的鱼它有那个不同的环境喜好，那个有一些会喜欢大一点的水域，有一些喜欢小一点的水域，应该是这个意思。然后那个 fish feeder 放在水域之中，就把它放在这里好了。怎么回事？刚才我放下去，然后它一瞬间消失了一下。那这个有，内部的 UI 可以确认吗？有，有。这鱼饲料等一下也可以投放进去，那还可以确认温度。可能有一些需要咸水才能生存的鱼。主要任务的下个阶段就是叫我去养鱼，然后把它的生命周期给用完之后，就会产出这个鱼蛋。今天最后一步就先考虑要放什么鱼进去养好了。我目前都还没有，正确配对的一对鱼呢。没办法，继续钓一会儿吧。好，怎么样？我站在水里哦，现在是白天。我还站在水里，钓起来的还是死鱼，搞什么东西？ What the？ 为什么这鱼可以拿来当武器？为什么还加10攻击？这是什么鱼啊？死鱼，真的耶？为什么我站在水里钓起来都是死鱼啊？太奇怪了吧？先把这个，刚才做的这个冷却升级给塞进箱子。话说下个阶段需要铝锭。再下个阶段呢需要冰块，再来就需要 titanium 了。我就站在路上看看这次会掉起来什么东西。活鱼。真是奇怪耶，为什么我一站在路上钓起来就是活鱼？Neon Tetra， 这个是
哎，一公一母，太好了。那不过不晓得他们的那个环境符不符合。可以看一下，嗯，把这个蓝色这格放公鱼。那现在啊，太冷了，太冷了。太冷了，它需要更热。One of your fishes 啊，这个需要凑齐所有条件才会消失。我想，首先一公一母的需要进去，然后需要足够的鱼饵啊，不是鱼饲料在里面。还有这个，哎，它喜欢淡水 ，tank too small。先试着换一个空间好了。在路上随便找个地方，内陆，然后又是这个荒地地形，他应该不会嫌说那个，哎，太冷吧？哈。那个，哎，磁力戒指先带回去。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然后把这个给放在这个中间，两格身左右的地方，中间这里。先确认一下这边的环境符不符合他们的喜好，太热。好吧，这边确实就需要冷却一点了。不过，what the hell， 太热。刚才在水那边的时候，然后他的这个判定这个，范围到底是，就没有符合初学者一点的初级鱼类给我养养看吗？像刚才在水边，这次我把它放在那个岸边这里好了。Tank too small. Prefer fresh water. 这边的温度可以。这边的温度可以，我不知道它产什么东西啊。Neon Tetra 产这个水滴跟这个带电一滴。哎，有没有其他更方便的鱼啊？真是的。没有，目前只有这些。还有水域的判定大小到底是怎么计算的？是从它的周遭往外算吗？先把它延伸出来一点看看。Tank too small， 然后现在又太冷。那 Neon Tetra 真的是非常不适合初学者养的鱼。当然需要的话，我可以直接去制作那个，更多冷却升级。好吧，毕竟需要淡水。再来多一点这个冷却升级好了。Shit。材料应该都在那边。至于水域大小到底要怎么判断，那是从它以它为中心的向下开始计算，还是算周遭呢？还是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边他说tank too small 加15格水，是格吗？来看一下，如果我把周遭给挖掉一格，他又不说14 15，下面呢？
15还是15？要临时抱佛脚查一下危机之类的吗？我先尽量把他的周遭给清空看看好了。稿子，Oh shit！ 他还活着，他还活着。他的范围判定到底怎么回事？先把这个给放回去，那顺便确认一下，放几格深对他会有影响？中心点还是这里？Tank to small。 Tank to small 加15格水。 Tank to small， 刚才它好像一样也是显示说 Tank to small 加15这样。Tank to small 加15格水，或许再看一下说明书好了。虽然我不确定它上面到底会不会详细说明。我看看啊，With fish feeders, the more water they have surrounding them, the larger the tank is considered, and the more fishing food, fish food they can store. 没有啊。Salinator upgrades increases water salinity.盐化，Salinator， 这个就可以让淡水变成咸水的升级。Ethereal upgrade allow fish to live in other dimension. The purity upgrade will extend the life of your fish, causing them to live their life in a feeder out for longer. While impurity will hurt the poor fish.Causing them to die quicker, handy for speeding up reading. The last two upgrades are the eternal life upgrades, male and female version. While this may not seem useful, they are. Fish will continue to produce their products, and the females will also produce eggs forever without them having to.这边没有解释那个水箱是怎么判定水域大小的。像刚才放在那个这边的时候，它都显示水太少加15。如果把它放在这边呢？
还是一样 tank too small， 还是说是要给它圈起一个范围？它还是显示 tank too small。Mary culture， 哎，我现在在考虑，或许我自己先回去做点作业，然后再回来看看这个鱼到底要怎么养，或者自己想办法收集到更适合新手养殖的鱼，然后再来看看这个东西。储存量升级，加热升级。冷却升级，纯净升级，纯升级，永恒生命升级。Dragonfish， 进阶的物品来升级啊，这个就这样摆下去了。这个可以把那个盐水跟淡水互换，材料看起来都还算简单。先把这个水草给随便找个地方放下去。算了，我自己花时间看看研究这个水箱的大小判定到底要怎么搞定，再来继续这个吧。今天就先这样，我是 useless， 有点累了，就先休息吧。我是 useless， 我们下次再见，各位晚安，拜拜。